今天在威尼斯人的金光中艺馆里面有我们英皇十周年的演唱会，千载难逢的一个派对，能够聚集所有英皇的歌手表演，英皇娱乐盛世震撼，也是在姐十年里面最大的一个 party。咁大家见到我一身白衣咧，就因为我哋喺呢个演唱会上边咧，我哋分红白两组，我哋嘅白组嘅成员梗系劲啊！当然佢哋红组都唔错啊，有得困下。我们英皇的红组呢，就有最强的阵容，就是龙虎豹，期待已久的 Twins 能够再一次站在那个舞台上面表演呢，我想其实已经没有得输了。我是陈伟霆，我祝大家靓仔又有型，沙沙滚，有钱大家滚，娇滴滴，读书好成绩。今天是非常开心的日子，因为除了是我们公司的十周年生日以外，也是我们就是Twins重聚的，对，两年离。隔了两年的一个重聚的大日子，没想到彩排一天效果也跟以前没两样，这是默契。对，这是默契。还好我没哭了，如果哭了他就会哭，所以我忍住。看这边他在有泪光，然后我看前面就看到很多歌迷在流泪。个组合嘅形式出现了，好耐冇试过啦，仲要跳到嘘嘘声啊，流晒汗。咁其实今日最开心就系、是。即係成班同事即係好團結啊！發揮得幾好，因為一個歌手好睇一個場館嘅環境設備嘅，現場氣氛 OK 啊，好開心！現場氣氛令我表現得更加好。但頭先我哋都喺台下面，好似小 fans 咁樣樣睇其他啲朋友仔表演佢哋之前啲成名作啊咁樣樣，我都覺得同埋坐滿曬人好開心，嗰個感覺係好興奮嘅。都緊張啊！咁而家就有一大班人陪住我，就好輕鬆。新秀嘅環節就唱翻我哋以前公司嘅一啲前輩嘅歌，如果佢哋本人聽到嘅話，希望佢哋會滿意我哋演繹佢嘅作品。除了我們香港的歌手之外，我們還有像海明威啊、JJ 他們也來捧場啊，所以很開心。一個生日 party， 我覺得是我這一生中參加過最大的、最大氣、最多人的一場 party， 我覺得很開心、很榮幸能夠跟英皇一起慶祝十周年的生日。祝英皇娛樂呢就十年清白，十全十美，再下十年。我们所过的日子每天都非常精彩，所经历的、所学到的也是一些无价宝，非常高兴，非常感谢你们到来支持。